九九重阳节将至，苗栗县大湖社区发展协会精心规划了一系列重阳敬老活动，除了有卫生及消防安全宣导，还让长辈变装游行、卡拉 OK 欢唱。阿公阿嬷粉墨登场，不仅玩得开心，更有益身心健康，也让传统的活动是增添趣味。 挑扁担、迎亲嫁娶，还有人穿礼服、化身贵族公主，浓厚传统习俗搭配西洋元素，客庄街道变得好热闹。鼓励长者走出户外，落实活到老学到老。大湖社区发展协会今年有别以往，特别扩大举办一系列的重阳敬老活动，让他们走出户外，活到老学到老。然后呢，最主要就是我们社区大家要有一个凝聚力。 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，就是说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怎么去安排，怎么去不会说待在家里总是看电视来到我们社区，可以学画画，可以学毛笔字，我们也有桌游的活动，各方面都有，让老人家有一个自己生活的。 地方协会将社区课程活化运用，还邀请邻近民众观摩交流，宣导消防及卫生安全知识，更安排变装街头游行，乐龄长辈上街展活力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变装的主题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构想，就是历史重演，历史再现，我们可能每年的话。 也会着重于这方面，或是平常我们都可以举办，因为今天表演的效果，以大家同乐，我们并没有着重于说是因为出去表演，我们是随性的，随性大家变装，各方面都可以参与。 因应健康老化协会精心办理精彩的重阳活动，目的就是要凝聚彼此的情感，而未来也将规划结合艺术美学、历史重现等主轴，打造属于在地的社区本色。